这边就牵到一个，我有特别问他说："哎，啊，民长这么穷，他这么有钱，他会不会想捐？"李律师就讲不出来，他觉得处理钱财是个人的自由哈，要不要捐也是他的事。就法律上来讲，他觉得没有一种法律要求你那么有钱，你就要为你所服务的那个公务的单位全部拿出来。所以这就不是法律的问题了，他认为这是道义跟道德的问题了。他认为。所以总的来讲，我们还是不要卖关子，给各位看一看。我相信各位等一下看了这段以后，你一定会有你自己的解读跟看，没关系哈。等你看完以后，我们再来深入讨论一下，究竟李律师所说的这些话有多少话哈是可信，而且你觉得可以接受，有些东西是不是带给你更多的疑窦？我们看完这段 VCR 以后，我再跟各位来做一个结论。我们稍后回来。李律师，首先想问一下，今天下午阿珍出庭哈，你过去是他的辩护律师，看起来你还是很关心他，你要不要讲一下你有什么期望？因为他几十三年前都遭到车祸，半身不遂，而且体弱多病，啊，定会感冒，定会昏倒，所以我希望他今天下午出去，求上帝保守他的身体，能够应付这个庭讯，最重要是心灵上真的能够有安稳、平静、平安。所以我顶拜六我都甲传真一份给伊，我有甲讲请伊信靠上帝，那上帝必与你同在，说出上帝要你讲的话，我引用以赛亚书41:10，说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不要惊惶，因为我是你的上帝，我不坚固你的心，我必帮助你，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，我跟他讲，请你要坚信，而且祈祷，我用这个祈祷文给他，他叫他祈祷，这是引用46:1，说上帝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力量，是我患难，我挂有讲在审判中随时的帮助，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最后我讲，我甲真侪朋友甲伊讲好，拢为你祈祷，我应用约翰福音16:33，说叫你在主里面有平安，在世上有苦难，但你可以放心，主已经胜了世界。这是对每一个人拢适用，尤其伫困难中面对压力，真可能适用。尤其对吴世正夫人今仔下晡要出庭，我希望讲即个媒体唔当互伊压力。卖甘问，一直甘问，要翕伊嘛，唔通安尼客客下下，互伊压力。伊要讲的已经伫法院拢公开审判，拢大家听到。伊若出来，除非有答应要讲，互记者来访问，最好嘛，互伊安尼只安静，当互伊身心灵能够不受到影响。我有两个问题哈，要请教哈。对啊，我会感觉到哈，李律师你也疼心哈，对着这个吴淑珍姐妹哈，你是真正有疼心哈。但是大家拢真怀疑哈，唔知影讲两件代志哈。头一个就是说，吴淑珍哈，她对于我们一直传福音给她，她信仰的回应哈 ，response 究竟是怎么样？你说观察到的是什么？因为我还没接触多次，我看伊。很有进步，有进步。比如说我跟他祷告的时候，他会有回应的声音。最后说阿门，他也会阿门。这咱个他们祈祷的怎样？头啊，刚才我咧念阿咧阿门，伊念阿来就愈有欢迎。啊，有记有一届，伊叫我去，普通我去吼。啊，一届吼，陈志忠拍电话叫我去。迄暗时啊，去伊甲我讲，伊有看圣经，讲伊有寡代志无甲我讲。所以，伊要甲我讲完全，伊讲，伊看圣经了，感觉讲爱诚信，在案情部分我们不谈这些啦，表示讲有咧看圣经，有咧祈祷，解除委任的时阵吼，一个以为切记，我新闻稿让他看，我摕一本册给伊，因为这本我是着经过蔡通融立委交予阿扁总，我这本真好，唔是这个名。有啥物讽刺的？这本真好，这本尤其吼，迄个目的是要最后要把握幸福，有一个幸福的人生、幸福的家庭，
啊，无有钱无钱，迄拢是不重要了哈、哦。不是说有剩下钱没有钱，如果无主耶稣救恩哈、哦，没有这种平安喜乐，人生无意义啊、哦。所以我有那叫伊讲，你一本爱看，啊、哦，比如我讲，这有录音带啊，哦，会帮助你怎么祷告啊。其实我从这个我自己得帮助呢，哦，这里面王牧师一共建议我们要除去自己的自大，除去自己的自义，除去自己的自私，哦。所以讲，即个第三个问题哈，我要请教就是讲，对你的感觉讲，伊对信用的回应哈，甲伊对案情的关心哈，这两样有没有成比例？因为伊毋忙你做伊个律师，毋是毋忙你做伊个牧师，这方面你有感觉到伊个态度？我看两方面伊拢需要，拢有需要，拢有需要。啊，伊有甲你这方面的回应。伊案情当然甲我讲，啊，这个重要伊个信心信用，我看伊反应条我讲啊，是。嘿，啊，第二个问，第三个问题要请教哈，就是讲有关于。第三个问题要请教，就是说有关于当初解除委任的新闻稿，现在外界都在猜为什么解除委任。一般来讲，解除委任大概两个原因，一个就是闹翻了解除委任，一种是没有闹翻，还是很快乐，看起来是很快乐的分手。就是说应该说你到现在要跟我听下心关心他啊，是怎样你如果要关心他为什么要解除委任？是啊，我在新闻稿很清楚，因为我到他家里的时候，陈志忠、黄瑞进、有当陈心怡拢伫了，对，哦，啊，甚至有一很有几次对外的发言，拢是伊念我陈志忠写，我卖讲我读书咧写，所以陈志忠的亲笔，哦，啊，我看因哦对老母，我感觉是真友好，所以不像外界说有一些什么不愉快，母子啦，是父子不和的事情啦，啊，因为陈志忠不是我的当事人，因为我看了讲啊，我协商时阵哈，这个资讯他没有给我，我也不便跟他要，因为是啊，不是我的当事人了。啊，这跟他的母亲有关系，我也没有跟吴时珍提起说，哎，哦，这种是他们家的事。那我怕这个，哎，我如果当了辩护律师，有交互结问了，那交互结问我一定要问有关的，阿内好。我认为我不适合，因为还有其他律师嘛，哦，还有廖先兴律师，哦，伊较无接触，啊，即个个请两个律师，这三个律师都很优秀，是，他们可以担任的，其实这个案情我认为不复杂了，啊，这个是啊，检察官要拿出证据嘛，啊，法院能够独立公正审判，啊，律师会维护他的权利，啊，只要他本人，他把他诚实叫交代。对赛，啊，但交互结婚一定有关的，爱交互结婚啊，哦，啊，所以我认为这个我不适合，我去都是带领他们全家，比如我送这临命日粮，我每个人都送一本给他们，啊，哦，甚至我也送的，这个是这一天是为了你，这是给阿扁总统，我也送给他这一本啊，啊，然后送给他这一本穷的。就二幺号解除那一天，我说，哎，这本我不上回，因为他可以看就是说，你看总统在看，我讲这里面是很好，同样有圣灵的感动啊，那同样一本书是不是可以带给他们啊？真的在信仰上能够坚定，尤其吴师夫人曾经截肢过，啊，多我当时是在教会里面当这牧师的翻译啊，所以以前他。在当总统夫人的时候，我就把写批给伊，讲，甲提醒他，啊，但没有机会跟他见面。他总统夫人的时候，我都嘛没见过面。阿扁总统，阿扁总统，我有当嘛敢接上伊，里面是讲是单行本的，可以，包括李副总统。